第七个动作，提起臀部和由坐姿站起。如果有必要，坐进椅子前面，你的脚要靠近椅子，并且两只脚要够分开，手放在椅子上的扶手上，向前靠，脚跟踏在地面，向右站起来，保持姿势，放松，重复两到三次。现在提高臀部，模仿想要站起来，坐下去，重复两到三次。太容易了，增加臀部提起动作，最多15次。还是太容易，如果你感觉舒适，你可以试试站起来。如果你有助步器，把它放在你面前，锁定助步器，站起来，维持5秒钟。如果需要，你可以扶着助步器，然后慢慢的坐下。如果需要，扶着椅子的扶手，重复2到3次。太容易，慢慢的增加站起来的次数，直到15次。慢慢的减少手臂的帮助，直到你可以不用手来帮助你站起来。恭喜你，这是第一集整个运动的过程。做这些运动可以让你健康点，强壮点，而且更加独立。